我走来，把这轮椅打掉。爸，你莫阁担心贤哥啊！你安尼无乖，我无爱甲你扶起来哦。无，互你倒伫咧涂骹，倒一工哦。好啊，爸，都已经等手型啊，你阿莫阁甲为难啊。爸，我即摆扶你起来。 你莫阁出怪招啊！啊！来，妈。 就做你继续滴，即摆恁笑到外欢喜，以后就外凄惨。玲玲啊，你唔通啦，哥，是拄则我跳出来担水，唔是只是冲动，我有其他安生。你即摆患病。 包括伫因手头，我就是阿嬷因为伊的阻碍，所以只要把我这个动作石头抓起，因就起戒心，因就会更加大胆为公司甲钱搬出来。咱就趁这时阵，就一进股。我伫咧伫轮椅顶悬哦，装米露器啊，啊伫顶去厝的，因就会靠说伫无人照顾，伫咧面头前哦，耀武扬威，但伊骨卡拢受出来。 咱就趁一届，将伊来金面包弄落开，做陈塘正宫。无该用个有你这样将才的子孙，真正是我顶世人修来福气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！为即马开始哦，你就会当过退休的生活啦。以后所有的。 都交予我甲信贤来替你担。恁爸爸手底下在等呢，啊是啥？伟鸿兄，我已经倒来台湾了，因阿唔够方便甲你做伙食饭，江崇仁。 黄玉集团的总裁江崇仁又霸甲崩，刚当来登来啊，我有救兵啊！安泽，总皮被偷救兵啊！哎，你即马身体是款状况，够我倒家己去。当然哦，嘛需要我，你也好生甲你的新妇陪你做伙去啊。 才会当让感觉哦，咱是子孙满堂，车行住好，安尼哦，简单的就袂替你烦恼啊！你讲对无？OK，业主，伟鸿啊，你哦是唔通在外人的面头前乌白讲话哦，啊那无，我是无法度保证心态会变安怎。 你知影应该安怎做啊？哈！辉煌兄，迄公的代志真正是一个误会啦！啊，你莫放咧心肝头哦，吼！啊，我听阮翁讲哦，你上爱恁迄
玉露嘛吼，我甲阮家上好的玉露吼泡来给你啉嘛吼。哎、欸，嫂啊，这个你应该嘛恁阿惯习惯习啦哈。不用呀，我会记在新加坡见到你的时阵，甲半年前的代志吼，我阁会记得。一中规八族的笑声呢？那今麦说，卖烦恼啦，过真好。王伟雄哦，当然嘛是真好。江总裁啊，其实你唔知影啦，你今麦看到伟雄哦，伊的这状况哦，比之前恢复真多啊。进前哦，伊是连话都无法度讲出来，干阿只会当用哨声来表达伊的情绪。啊，就连我想要带伊出门，伊都唔肯嘞。啊，谁知啊哦，伊竟然答应你来恁家做客呢。啊，恁两个交情应该是真好啦吼。好心免吃菜啦，好朋友免结拜。我去回乡下哦，有话不讲的。知己，要信无？我敢若看飞鸿遐眼神，就会当约出去。伊心内咧想啥？那呢？我飞鸿即马是咧想啥？我遐讲哦，当然啦。你老先觉啊，我相信你。有人在遐一个嘴好累累，讲讲哦，加扛加顺的，是吧？你敢知回乡遐，即马讲的是啥啊？江总裁啊，你怎么讲笑开呢？啊，我回乡即马敢信哦？空空戆戆啦，想袂到哦，你竟然我都解到出遐尔济话来哦。天无常啊，世事无常，可能是吼，我是感慨过多了，算不用遐心思啊，是吧？歹势，卖见怪呢。容易啊，我老知你即摆即状况哦。我早就回来找你啊，不要紧啦。江总裁啊，阿公家真歹势呢。阿你雄雄哦，邀请我飞鸿来做客啦。阿我无时间准备什么贵重的礼物啦，只是早一点仔心意过来啦。阿是卖气嫌哦。谢谢啦，把礼物送给江总裁。我来看卖呀，煞的心意是啥？饭菜哈，你真超过哦！嘴讲要送心意，其实是在甲口说。啊，那是手套哈。阿嫂啊，我那也不是赛车手啊。妈，那不是赛车手的手套。是足球守门员的手套啊？什么守门员啊？守什么门？啊，恁爸也无咧踢卡球啊啦。嫂啊，啊你送这什么意思啊？守什么门哦？啊，都半年前啊，我的翁婿哦，去找恁先生啦。江总裁啊，你应该心内知知的吼。有你这个这么优秀的守门员哦，天母飞鸿，甲母家财产顾到遐尼啊好，你的功劳实在有够大。是吧？恁人哦，较惨欠人啦。你这个礼物送了好，我想起哦，我对飞鸿兄的约束，这个门哦，我绝对甲修好条，修好。
每一个人哦，拢有伊存在意义，啊，够目的啦。甲家己的代志做好就好啊。人的孝顺哦，唔是家己的物件，啊，若无珍惜人的福报来用刷，迄效果是真凄惨的呢。江总裁，我哪会感觉你跟妈讲话受白的意思啊？敢是我受过敏感嘛？还是您真正是对我有甚物误会？我爸应该是无甲你讲啦。自从我妈嫁来我母家了后，伊对阮这个家，对阮爸拢是尽心尽力在照顾。武山集团会当有今日这么大的规模，我敢讲实话，我妈是阮爸培养上大的八股。是啊，你不是讲你对母家尽心尽力，应该不包括家家这项哦。你讲对我妈家是不是上场啊？江公才，阿甘讲你的后生都唔捌做唔到代志。夫人啊，我当然嘛做过歹代志，啊，不过我知影哦，爱甲嘴笑切记。夫人，你的意思敢是讲恁后生头壳无解巧，所以做歹代志才会互人掠包啊？我妈，伊的头壳真正无解巧，一个人搞起无路用，可怜哦。你是袂晓闪哦，叫你家打电话按上去。既然大家拢把话拖白讲啊，都无需要客套啊啦，无唔对啦。过去阮先生要做唔对代志啦，啊唔过已经受到因爸爸的天后甲教示啊啦，到需要提过去的代志来质疑。不管安怎讲啦。阮信贤哦，真紧就会变作是武山集团的董事长啊啦！恁敢有需要这么少爷的面子？小查某，你是欠人教育啊！路车头无趁遐一个，阮家的刀啊是予你切菜断的啊！江总裁啊，即摆是安怎？这就是你的大客之东。我是下姑美玲的嫂，爱信贤做武山集团的董事长，应该不是威风兄的意思啦。对，你现在叫啥？咱吃米粉，你听话，说你是老番蛋哦。你这吃老粗鄙嘞！我是你唔甘啦，威风兄伊的亲戚，就安尼放水流啊！这家婆来管这个代志，你真清楚啦。啊！水的，你讲关心飞鸿兄，其实心内拢在关心家己哩。多一个为武山集团设想的，你咪明明知啊！我是飞鸿兄委托的见证人，向来伤害着武山集团的利益，我绝对替飞鸿兄出来出尽正义。阿哥，上好是卖掠着我江忠林，因为我是烫车卡。行过石头路的人，比恁家穿鞋、鬼棍子真少年。你总算是露出你的真面目啊！吼，不管怎讲，我拢是明正言顺的家后啦。伊的安全、伊的健康，我也是家己照顾啦。恁若想要让伊食好、睏好哦，当头先手当的话来刺激我啦。啊，若无，死狗吃亏，会是你的好朋友武飞吼。现在是拿飞鸿兄的安全来威胁我，我只是提醒你啦，阮母家的代志哦，阮家己会解决啦。啊，若是有人哦，想要伸手来插阮的家内事哦，我饭菜啊一定把伊手剁落来啦。啊，若不信哦，咱再来试看卖。